严寒刚过，气温回升，还没有得到喘息，气温就已经达到了28摄氏度，预示着夏季已经来临。说到夏季，又怎能少得了冰棒和雪糕？冰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冷藏车便成为了当地的热销车型之一。冷藏车不仅可以运输冰棒和雪糕，还可以运输鲜活水产、肉类以及一些不方便保存的果蔬，甚至是医疗药品等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便是一款冷藏车底盘，该底盘采用康明斯170马力发动机，长7米，宽2.8米，高3米。没错，宽2.8米便是该车与常规底盘与众不同之处。该底盘是用于出口，宽度是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定制的一款车型。我们根据多年的生产经验以及国外环境的考察，对该车的构造进行了一定的优化，也为后续冷藏车的改装预留了足够的空间。轴距3.7米，可以容纳至少20房的冷藏箱体。考虑到承重，我们前桥采用了5吨，后桥10吨，弹簧钢板也进行了加厚处理，车架我们在承重部位也进行了局部加强处理。只要客户告诉我们需求，我们将根据多年的经验以及使用环境，为客户打造出专属的定制车型。